近遐学校遐个代志嘛，就是专家来检查学生仔个迄落健康嘛，发现拢有啥物有问题哈。啊，但是总就想讲啊，咱趁即个机会吼，大家拢注意着，就是看来听讲看地方吼有对六轻啊，是对即摆啊对较早，对即较早到即摆遮变化有啥物故事通好？变化，变化是变化足多啦。因为伊无来，阮这边是纯粹是一个乡下啦。嘿，哦，啊乡下少年呢，要去要招个吼，就招嘛。因为无工厂哦进驻嘛，哦啊，所以讲较早阮像阮个年龄少年毕业，就是爱向外地。开垦嘛，吼、哦，新型的啊，遮了都无工程啊，嘿啊，啊，因为较早是较淳朴啦，因为无十南外地人啦、啊，因为砖卡着少人来啊，啊，所以讲阮搁活海边，阮的生活是较单纯，拢无去感染着啥物啦，啊，空气方面当然是有够好个啊，啊，这廖青伊廖青来吼、哦，当然是。啥物款人哦？啥物款人都理解，啊理解对生活方面环境哦改变拢足大，思想嘛改变足大啊。比如讲思想安怎改变遮个人吼，是有受到影响。在地人嘛改变啊，啊理解人嘛改变啊。是哦。嘿啊，比如讲安怎哈？因为大部分若较淳朴的乡下吼，较迄落拢方。迄落，一寡较娱乐的地方，遮拢无啊。哦，啊，即摆就较有，就是啊。即一站很丰盛啊，迄个你捌听李少仁讲一句话无？嘿。未了，哪有遐散？迄开查某间开啊济。是安尼哦。即句话恁有听无？有呢。你来遐时阵，嘿，你来时阵。无，新闻出来早，啊，尾仔早互公仔讲。啊，这是六亲带动来的一挂工资啊，嗯，对啊。哦，当往来是阁有30,000+个员工哦。应该也阁毋嘛，因为迄是安尼尔，但是应该也阁毋嘛。因为这伊大部分六亲哦。这起的迄阵啊，吼。你起的迄阵，足济啊。为少开始啊，因为伊毋是一届就起来啊，啊，一直扩长，安尼啊。大哥，你讲你是迄农会理事，哎呀，你本身是伫做啥物？我伫迄个干妈店，无业游民啦。反正是自由业当老板。啊，你有未去做过无？还是包伊个？伊无，以前捌去甲人做工啦。做线工。嘿啦嘿啦。你有做啥？啊有。十个啊，工较早咯，因这拢爱技术性个啊，啊拢，迄咱。帮不上忙啊，咱无迄技术啦，吓啊！啊，伊迄工钱敢济？去遐做工？工钱伊有分，那伊目较早较袂准啦。伊目前吼，所以讲政府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，大肆个乱搞，真正乱搞啦！迄是讲无人，我无人会安尼想。工钱。即摆少年讲出来，着要自欺拄自欺地，吼、哦，这是我尾仔才学的啦。目前伫大宿内底，工资贵足贵，啊嘛有一个月在地的人，嘛有一个月14,500，搁食较贵。恁唔相信啦？17,500，是做3,750。伊是算在家还是临时？无在家，伊个拢外包啦，六千哦，不负责任就是安尼。伊个工课，伊拢同款外包，外包完，伊就无工课。恁外包就收工啊。对啊，伊来，因为伊这大工程吼，无爱牵涉很广的责任，啊，所以讲伊外包就嘛免伤大责任，责任伊直接找外包商就好啊。所以大企业拢有安尼算。伊万事啊，一个月啊是爱工作几天？工作几天都，有时上起早是
啊，捌休两工，后休两工，后休一工的啦。一个月呢？一礼拜啦。一礼拜。安那。安尼才蛮辛苦。我你当做有诶，你诶偌济哦？是摒扫啊？是做啥？属于摒扫，属于拍扫啥？是最近吗？目前内底差不多应该有万四五块诶左右尔。摒做诶工课是摒扫。啊，未，应该是啊，还好啦，工价咪，毋是讲应该是啊，未讲足有技术性诶，迄种表面上诶。所以讲有时吼，恁出来人工来讲。恁前途拢无限，若是讲人工看到人为个，三日做甲嘛是，毋是政府讲个讲要自己拄自己，无少代啊。政府讲几讲无，信任度无遐悬啦。哈哈哈。你到底属于几岁？我57。你讲你甲迄个老孙娘是兄弟？啊，即辈兄弟啊。阮这家族个，啊，你即马讲，你甲你伫遮做干么店做无？即，那我转来二十外年啦，要到三十二十外年啦。啊，我以前咱食了六千了无来，咱拢伫外面做工，伫咧做工啊。你是因为迄六千来过，再来看？毋是啦，啊，我个某囝伫厝个啊。啊！我家己伫外面落魄十外年，啊，十外年，啊，是大人过身转来，甲接这旧柑仔店安尼啦。啊，搁厝也有老母个啊，都要爱转来啊。你一个住袂久啦，嘿。啊！你本身对这六平来讲个，敢有欢喜？还讲恁家个人讲？事实讲哦，以心来。真啊，目前啊，赚到钱的人拢足欢喜的。啊，像咱这死老百姓啊，拢足无欢喜的，因为因污染多啊。对你来讲无赚到钱，就是也是讲赚钱拢在。赚钱是工资爱偷人啥物？啊，做工的是做工，因厝的人也有一只落。莫讲啥，像恁来今仔嘛是加减着一定污染着，是干呐？季风不一样的啊。嗯。啊，因为伊那。好天夏天的时阵有西风，还是西南风，因个酸味来到遮还佫有变着。哦。嗯。你今日去到工厂边啊，外口就闻到酸味啊。迄着足酸个啊！啊，恁是较无，应该恁是风向的关系，若无透早起来较无迄落吼。应该拢闻到。明仔载阮要去食，去请食早餐，你闻看麦。来来，今日去你看，去参考一下。啊，听我讲，规听我讲，啊，你做报告，啊，搁入去听因讲一下安尼。因为以前我嘛是迄落环保的迄落啦，志工啦。哦，是哦。诶。是地方也是迄手。县的。你做咧做啥？妇联关的哦。有恁关的，啊嘛是各关拢有联系伫咧演讲啥物，嘿，所以讲有时看到阮伫落来，看到几路啊，啊，迄阵国旗嘛也袂当互你看什么啊，像你闻到迄足歹闻的味啊，啊，敢有人去讲去反映讲，啊，这古时候吼，伫学生啊有诶呕吐啥，即拢足时尚诶。几落代啊嘛是无吼，讲胃讲，新闻咧新闻即拢新闻报，甚至搁阮个学校，即间学校是也无到迄种程度，是迄落。许厝分校。许厝分校是近迄落才尾啊才立咧，才起好个吼，无阮是伫即高处了食了尔，是较属于海风。海丰那边的古校，分校，因迄原来分校的款啦。啊，拢无效着对啊。不是无效有啦，头啊，迄几工反应足大个啦。反应啊，搁头几工啊过吼。骨头吧。不了了之啦。问题你也袂讲一到目前吼，咱讲到现实面啦。目前政府甲政商勾结是足严重个。你无法度打倒啦！迄阵啊，阮做环保，迄阵啊去开会，
去开会是，我莫讲迄落某一个环保署，环保局的局长，吼、哦，来，因为第一天上任，阮拄啊去开会，是信誓旦旦要甲安怎着安怎，搁第二届的开会去，咱哦政府抓会着才提来，无就免啦。啊，所以讲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。所以你做环保是做倒一方面的环保？嗯。你做环保啊是做？阮环保志工吼，是算讲，伊是较叫阮讲注意地方啦吼，算讲较早饲猪严重啦，吼污水啦啥物跩啊，嘿啊。啊，过来，要搁讲啥？你拄则讲有地方有赚着，因为。六千有赚到钱的人，较欢喜。啊，遐是。唔是啊，包商伫内底做工，工事啥，伊赚钱当然欢喜咯。伊赚钱，赚钱。在地。有外来的啦，在地拢同款啦，都有赚到钱欢喜。啊，若做工的时间、时间啊，在污染啥物，嘛无啊多。在地人拢无赚到钱吗？因来了。嘛是有啦，唔是无啦，这哪有可能无？我是讲包商，包商是包括在地的人，啊，搁外围的进驻的，包商，这是统一拢同款的啊。啊，当然赚到，即咱依咱讲法，咱若赚到钱，咱嘛欢喜啊，是毋是？咱做头家赚钱，做工事嘛，哪会无欢喜？一世人做工，哪敢会欢喜？讲一到即摆，若要来买一间厝，歹买啦，哈哈，对毋？要出去买一间。对哇、啊，你看你安怎算啊？较早阮的时代吼，像阮迄阵啊，像阮去台北，那应该差拼咧25年，哦，那小薪水迄阵啊，拄啊，咱拄啊，讲的当起步的时阵，薪水拢袂歹，差平均起来拼咧25年，应该买一间厝拢无问题啊。即摆应该无可能。对薪水悬的啦，对薪水悬的啦，剩的无可能啊！恁倒位的无食无睏，卖食卖啉歹，还阁歹啦，还阁咧。啊，所以即卖是足侪人走出去，还是讲阁有人会转来呢？部分啦，嘛是食了有工课转来，啊嘛是人外面倒伫外面倒，有生根落叶咯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吼，因为阮爸因家是伫咧中华花坛嘛吼，嘛是拢老人啦。我讲正经的吼，伫庄内啊，伫庙埕，差不多拢是七八十岁以上的。我感觉卖了遮敢那无遐严重嘞，这是我的感觉啦。对啦。比较起来。你的感觉来遮看的吼，拢工人较侪啦。是啦。外围进驻来工人较侪啦。啊，遮个少年啊，嘛是有入去内底招个啦，啊嘛有因台塑的员工啦，有包商的员工，有台塑的员工啦。一般因嘛拢是伫咧住伫咧家啊，毋是住伫因个宿舍嘛。嗯，我讲啦，你去食人头路，你规工拢伫宿舍，敢有可能？哦，像阮去台北，阮迄阵去台北去大工厂住住嘛，总是爱去看一电影，还是去。去创一啥个啊？嘿啊！啊，台北毋知闹热，对毋？啊，毋是，因会住喺街仔遮吗？啊？讲台塑嘅人会住喺街仔遮？台塑嘅人无住一只，因有个人有宿舍，啊，伊个人有较久咯啦，因前阵啊住较久嘅拢有买厝。哦。因宿舍是一个人嘅，还是讲几家拢？这咱就毋知。请问，敢会去你的干妈店买物件？加减吗？嘛是有，啊，生意有较好安尼。无差啦。无差。因无住内面的，住外口的。内面嘛有，内面因有内面的规则的宿舍，啊外面甲顶溪。因会住较远去啦，吼，若买厝的住较。对，较远去啦，袂到后尾，有诶，因诶员工嘛是，阮在地少年诶，伫内底上班，因厝是一只旧厝，搁诚宽，个人拢嘛是爱买起后尾，投篮，投篮，
遐污染较少是无？啊，伊遐古啊山久啊，啊，佫离这较远啊。嗯。啊，啥问题？这我不予置评啊。哦，因都唔敢住较近就对。这人不予置评，算讲因无一定爱住较近啊，讲我都。住这庄脚，咱较早来是讲，啊，庄脚人甲都市人就生活水准就差足多。是啊，住去遐嘛较趣味啦。啊？哈，住去后尾也是倒来，诶，生活嘛较舒适啦。这见仁见智啦。啊，我是无爱住遐啦。嗯。哪鸟笼咧？啊，我住这规庄我拢会用。是啦。还是隔壁庄来靠咱，咱今今仔再来熟悉着恁，再来讲讲一寡。你唔知不听计跩唔啦？大哥，请问一下吼，咱农会吼，刚才讲伊，你即马做秘书啊，咱即角色吼，种的迄个收成，甲应该比起来嘞，即马阁有人伫，有偌济人伫种啊？即要安尼讲，当然是较早较侪人种啊。即马较少吼。啊，即马较少，啊，即马小块较老化。哦。啊，但是嘛，若伊。阮庄的，因为一寡土地有诶，算好过来有诶，农作物啥个，袂介趁钱啊，拢袂许番起公司、起公司、起工厂，嘛袂袂即，即摆遮起个拢是啦，你遐看着个迄个。啊，种个物件，敢会种袂起来？因目睭来了。差不多啊，但是有一针。因的雷击雨吼，迄个空气吼，粒子拢好天嘛，雷击伫落尘啊，落尘啥，伊累积一个程度，伊就落尘落，有时就曾经发生一个农作农害过啊，但是反应是真大呢，啊反应真大是，嘛是搁雷声到。哈哈哈，过来过过着。爱掠真久啊！真久，伊无人会承认啊，伊嘛袂承认啊。迄都毋是阮的，迄都是你家己的病变来天机关的。在人讲的，迄无法度。对啊，迄菜种起来污染着嘛，毋知。对啊。够检验。去化验啥物？农会种啥物够有检验？免讲检验啦。嗯。检验我若种伤较大，还是。较大粒的，还无代志啦，这免讲啦。反正拢袂去台北个，对啊。哈哈哈哈哈。是哦。对啊。真。食袂去台北。啊，食了啊，无要卖，都要卖家己哦。阮食阮家己种菜，阮毋捌咧买菜啊。啊，你无食恁家己种个哦？我嘛食家己种个啊。食家己种个，啊，若要卖咯，毋捌卖啦。自己种的就不用买了呀。啊，这你像讲一口是，这是。公共场所，你若讲有大，啊那老岁仔有闲，你甲看种个饼，人去种一角角，种一角角。啊，毋种是庄脚是好处，是人情味好。因为我有时，咱种较袂起来，啊你种较会起来，你会送我。啊，你送我，我送伊，有个人送来送去，大家拢嘛好食。嘿啊，少人买菜。送去台北。还是卖，卖去台北。还是去讲送去台北。市场寄去市场，无会去。迄是专门有人咧种的，啊！恁食这个作物啦，你像你讲的，迄苦毋是做垃圾的，啊！恁袂食袂惊？咱家己种的吼，较骨力啦，会较水条啦。哦，但是吼，病虫害吼，较侪啦，所以讲。所以你敢有全农药？家己要怎啊？就怎啊？袂爱啊！啊，恁若袂去台北种怎啊？啊，袂去台北，你无怎免收啊？种较侪了都无效啊！啊，病虫害啊，几率较悬。啊，咱家己咧食的是拢一角仔尔啊。啊，咱有时逐工啊，是有时会用人工去掠它。啊，要食的一区甲大区，你有法度了。干呐一角仔，咱有时就去掠几工啊。哎，你了解无？你了解一下啊？是安那恁那会家己无食农药，人别人食农药，是毋是安尼？因为一区较大区，你无用药啊，袂去啊。小区啊，咱家己要食的，吼、哦，
家己要食，咱嘛着去掠虫啊。啊，我嘛是食了了啊。啊，恁有用啥物特别的方式去洗？譬如讲迄。无啦，迄个透早，迄老爷传落来啦。啊，有时我拢带过尔，拢难过条街，咱先着去做者安尼。透早露水啦，种菜啊，到露水啥物安尼，啊去洗。啊，老爷较工会去掠，啊，我是毋捌掠啦。讲食完，咱再出食剩的，就遐紧啦。含糖公鸡只嘛无差啊。啊，但是咱这有季节性咧种。春夏吼，春过来要夏天，吼、哦，啊要挖秋天，这期间是上歹种，所以讲迄阵会较无菜，啊，拢是菜瓜卜啊啥的，这较唔惊病虫害。啊，过来若叶菜咧，就是秋，即马像即马，即阵啊开始在咧种菜，较无栽虫啥物，啊，咱家己食的安尼才种会起啊。就这样，你的老师。